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卡了常常不知道要吃什么晚餐，今天我们用丢粘土来决定要吃世界地图上面的哪一个料理。家里没有飞镖，就用粘土加牙线棒代替。变比较湿啊！我是这样子，所以我是在 China， 是吗？是中式料理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，感觉对啦对啦对啦，就是这一块，欸，很多欸，手抓饭。新疆的，等，这是哪里？差不多啊，也是海啊。这也差太多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你丢到的是这个绿绿的。有欸，它上面有胶欸。对啊，这叫什么？卡吗？我去查，我拿的。英文太难了。哈萨克。这个位置。哦，那他吃什么料理？找一下。是感觉会很多香料的那一种。卡吗？欸，可是有这个，看这个看起来不错吃欸。然后是什么？是牛肉吗？对。餐点来喽。哈萨克。哈萨克勉强只找得到牛的。牛，他们的主食是牛跟羊还有马，我们不可能买到马，然后我很怕羊的味道，这就是挑食。你应该要买羊的，比较特别。你知道，你知道我还点了羊肉串，虽然我看不出来哪一个，我也很怕吃羊的，我有点，而且打开来你有闻到孜然的味道，那很特别的味道。好，然后这个是牛肉煮。欸，感觉不出来，而且还烫的。然后我的还点很多配菜，有没有觉得变得很台式？新疆，对，看起来根本就是台式。这两串可以吗？除了那两串，太代表了，真的还蛮像的，都有新疆的感觉。其他的都是台式，勉强一下啦。你点这个就是台湾的便当，日式便当。那算更好难了，太难了，我觉得。外送平台上还是比较少异国料理，可能会有泰式还是日式啊，比较大众。对啊，这种比较不常见的异国料理就比较少。